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因此之故，是故当知身处为缘，身身世界三处度无。由此可以知道，身根对处成为缘，身根源于处成，那么身起身世的界限，而这三处都没有确定的位置可得，那么由此可以知道，这身一处即身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由此可知，身根根处成还有身的身世界，身界就是身世界，这三种啊本来不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然性，把相回归当体的性真，所以会相归于这个诸法的离体，就是如来藏妙身如心，他用意是破这个戒，戒不能建立，建立不起来，主要是外面的处尘呢没有固定，没有固定的处尘可以建立，所以就没有办法建立这个身处尘界，跟这个身世界，戒不能建立，就破除这个戒不可当。这是第五这类文字看起来都很辛苦的，很不容易了解那么虽然是这样讲过了，未必就真正能够了解有的时候像这类文字你去看注解吗不看不模糊，越看越迷糊看过之后好像掉在无理物中，莫名其妙这个因为这类文字你就是用文字来解释也很难解释清楚讲也很不容易讲得清楚只能很勉强的了解它的用意，就是分出身根界没有确立，处尘界更是没有办法决定确立那么因此这个身世界就建立不起来，因此啊说身世界也不可断。最后一个第六，意法世界不可得，就是意根、法尘、意身这三界不可得。这个道理更是根本是无形无相，更难懂的不过在文字上看起来不会比前面的身根难。我难用你所名意法为缘，生于意识，此事为复因意所生，以意为界，因法所生，以法为界。佛对阿难说，还有啊，你平常所了知的意根以法尘为所缘境，意根缘以法尘呢就能生出意识去分别这个法尘那现在我们研究此事为复因意所生，以意为界，这个意识是因为从意根生起来，那么以意根建立这个意识界吗？还是因法所生，以法为界是因为法尘升起你的意识，那么就以法尘来建立你的意识界呢？究竟这两种是哪一种是？接下去分析说，阿难，若因意生，以你意中必有所思，发明你意；若无前法，
一无所生，离缘无形，是将何用啊？先看这一段，你的意识如果是因为一根缘发尘而生，那么是因为一根才生。不过在你的心中，意必定要先有所思维，如果意不动不思维的话，意识就发不出来啊。意跟先去思维，想一样东西，想什么东西，想出那个法尘的境界来，那么你的意识才会升起来去分辨那个法尘的境界。发明你意，又是发明你的意根能够升起意识的作用。但是若无前法呀，意无所生。假如意根不思维，前面没有法尘，那你的意，这个意识就没有办法升起来，没有法尘嘛。比如说我心不动不想东西，没有法尘境，那么这个意识就升不起来啊。意识去分辨什么东西呢？没有境界可以分辨，所以意识就无所生，无从升起。离缘无心，是这样何用？假如当意根能生意识的话，离开所缘法尘境，那你的意根无形无相，那你的身升起来有什么作用啊？离缘无形这一句话你得注意哈，因为我们前五根对五尘啊都是有形象看得到的，眼根对色尘，耳根对声尘，鼻根对香尘，舌根对味尘，身根对触尘，这五根对五尘都有形象，都能看得到，尤其这五根都可以在身体上会指示出来。现在一根对法尘，我问你，一根在哪里？一根长得什么样子？一根是像眼呢，像鼻子，像嘴巴，像什么？这个一根根本没有形象，离开所缘的境界，一根根本没有形象。既然没有形象，他怎么能够生思啊？连形象就没有嘛，他用什么去生思？纵然能生，这个生出的事有什么作用啊？因为没有缘的境界可以分辨，事是要分辨的，分辨前进吗？那么既然你不缘沉静意，总然生出意识来，它有什么作用啊？没有境界可缘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道理，又你是心，以诸思量兼了别性，为同为异，同异即异，缘何所生？意义不同，应无所事。若无所事，缘何意生啊？若有所事，缘何是意啊？为同于意，二性无成，皆缘何立？这是破意根生意识。这个第二段文还有一种意思，我要问你，你的事心跟这个思量兼带这个了别性，这一句话哈，古人的说法各有见解不同。有说事心指第六意识，思量是第七识，没有问题，因为第七识是很省思量，所以以诸思量，诸是语助词，跟这个思量的第七识，兼了别性。有的解释说兼就是同，同这个能了别的第八识，有人就把事心看作第六识，思量当然第七，这个没有争议，了别看作第八识，因为指的性啊，能了别的根性根本就是第八欧赖耶识，有人就把它解作失心，注重在心字，这是第八欧赖耶识，
八是通叫做湿吗？而心是指第八欧拉耶，所以湿心指第八，思量指第七，这个没有争议。了别性，因为了别吗？了别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才能了别啊。了别的作用，它的体性就是了别的作用，所以这个性指它了别的作用的体性，是指第六意识。所以这一句话哦，两种说法，一种是湿心是六，思量是七，了别是八；一种是湿心是八，思量是七，了别是六，啊，两种说法都有。究竟属于哪一种，不敢决定，没有办法决定，啊，各个有理了，嗯、啊，现在不去论它谁对，啊。这个事情不管它是八十六，了别也不管它是八十六，反正这三个名词啊，就是说的第八识、第七识、第六意识啊、嗯，就是第八、第七、第六这个识。现在要说的，因为这是一根对法尘，一根就是那个第七识，第七识一向认为一根啊。嗯，那么这个一根升起第六意识，啊，一根升起第六意识，现在问题是说的这同样是心法，要很注意啊。他们三个同样是心法，第八识是心，第七识也是心，第六意识也是心，他们同样是心法。既然同样是心法，现在我要问你，他们是相同呢，还是不同？为同为异，是相同，啊、八七六相同，啊、还是八十八、七十七、六十六不相同，同与不同的道理。又你是事先以诸思量兼了别性，为同为异，说明这个异根。意识这两个东西它是相同的呢还是不同的？为同为异，异就是不同，同意即异，因何所生啊？假如意跟意识它们是相同的，同样的东西，既然他们两家完全相同，一根就是意识的话，那怎么能够说他再生出意识来？他既然相同是同一家嘛，同一家是同一个人嘛，你怎么能说他另外又生出一个意识来呢？缘何说他能够有所生的意识呢？愚者难分是一根，八十规矩颂里面，愚者难分是一根，愚者指二圣人，声闻缘觉已经破除我知，他对这个一根跟意识他还是分不清，还是难分。你说他是相同吗？既然相同就不必生了，为什么他还生出意识来啊？怎么能够说是意识从一根生？这是同的不能成立，意义不同，应无所事，意不同啊，那是意跟意识它两家完全不相同，啊，不相同，意根不是意识，意识不是意根，它们完全不相同。如果是不相同的话，那应当它没有所事的功用啦。因为这三个都是心法，现在你说它跟这个一根不相同，那离开心法有所知的这个心法之外，那变成被你排在外边，它就变成物质了。如果变成物质跟外面的这个境界相同，那就无所事，那就它变成好像木头一样，它无所事，因为它不是心法了，被你排出去了嘛，啊，跟你不同啊，啊，
若无所施，缘何益生啊？这个益生不是你的一根，跟你不同一家，被你排出去了，那么它是另外一个东西，它另外一个东西就变成外物相同。既然它变成外物无所施，它怎么能够生出意识来呢？怎么可以叫做生由这个外物生出这个意识来？这不可能的事情，不是这样。说它不同而又无所施，不能成立。那么虽然不同，但是它有所施。若有所施，缘何施益呀？假如跟你一根不同，意是另外一个，但是它有所认识，它有识的作用，那么既然它有识的作用，它你叫它怎么样子翻过来认识你的一根呢？缘何失意？缘何能够认识你的一根呢？因为它是两家呀，不是同一个，它是在外边，那么它怎么能够回头来认识你的一根？而由你的一根生他的意识，这怎么生呢？唯同一意二性无成，皆缘何立呀？无论是同也好，意也好，意识不同，无论一根跟意识相同不同，这两种说法，它两种的性质都不能成立，都不能成立。既然都不能成立的话，它的戒要怎么样建立呀？戒缘何立？就是异世界要怎么样子建立起来呀？到这里为止，破从异根生不能成立，下面破因法尘生，异根对法尘吗？而这个异世是从法尘生是吗？经文说，若因法生，世间诸法不离五尘。离观色法，即诸声法、香法、味法，即触法，相状分明，一对五根，非一所摄。先说明这个法尘，如果是你的意识是从法尘那边升起来。那么世间所有一切的这个法尘呢，不离五根，对五尘生出的法尘，所以叫做不离五尘，就是不能离开五根对五尘。你看看这个五尘，眼根对色尘的色法，耳根对声尘的声法，鼻根对香尘的香法，味根对色根对味尘的外法，跟这个身根对触尘的触法，都用一个法字啊，不是指现场的境界，是指露现影子。那个法，只看过之后，听过之后，闻过之后，这个影子落在异地中，是指那个露现影子，所以叫做法，不是叫做境，也不叫做尘，是法。是已经看过的对过的这个影子落在八十天中，这是一根所对的法尘，他们的相状很分明啊。眼根对色尘的色法有它的相状，耳根对声尘的声法有它的相状，你听到什么声音，你想起来不是清清楚楚吗？鼻根对香尘的香法，哦，那个檀香好香，那个香法你不是很清楚吗？舌根对味尘，你早上吃的什么菜，不是很清楚吗？身根对触尘，你现在坐的凳子是硬的是软的，硬邦邦的冷凳板，哦，这个不是都感触得很清楚吗？他们五根对五尘的这个法尘。相状分明，色声香味触，这个相状分明，不会混合，清清楚楚，来对五根，眼根对色尘，耳根对声尘，乃至身根对触尘，他们五根对五尘，清清楚楚啊，
可是这个五尘不是你的一根所对的，不是由你一根所对生起来的，是前面五根对五尘生出来的这个尘境，不是你的一根所生的法尘啊，不意所摄，不是收摄在你的一根中，啊、嗯，你是决定依于法生，金泥地冠，法法火状，你这个能认识境界的这个意思，如果决定是依于法尘所生，现在你用心去观察吧，金泥地冠。你用心去观察了，法法火状，你所对的法尘之法，法尘之法，你一根所对的法尘之法是什么样的相状？眼根对色尘的法清清楚楚，乃至身根对出神的法清清楚楚，可是现在你的一根所对的法尘之法什么样的相状啊？因为要把前面五根对五尘把它分开，不能把它混合起来，所以这个一根所对的法尘，这个法尘长得什么样子，它长得什么样子啊？因为若离色空动静通色合理生灭，越此诸相终无所得。你所对的境界，如果离开眼根所对的色法与空，耳根所对的动静二相，鼻根所对的通色，里面包含色根所对的味尘，啊，跟这个身根所对的离合的境界。啊，而是你的一根所对的法尘只有生灭，沉浸的生生灭灭，啊，超越这些现象，你的法尘根本不可得，终无所得。离开前面这些现象，你的法尘在哪里呀？你一根所对的法尘在哪里呀？因为呀，身，这色空诸法等身。面，这色空诸法等面，这些沉静啊，它在法，它这个落谢影子在赤田当中啊，升起来的沉静就是眼根所对的色空，耳根所对的动静，乃至身根所对的离合，啊，这些法在生，色空诸法等生，那个诸法等就指这个。耳对的动静，鼻对的通色，乃至身对的离合，只是这些法在哪里生呢、啊？灭的时候，也是这些色空等法在哪里灭啊？就是那个沉浸现前了，你再圆，啊，不圆了，它灭掉了。哎，那你现在你的法尘，要建立你的法尘。法尘的所因既然没有，因此发生你所缘的法尘的境界既然都没有，怎么能够因这个没有而生起你有知的意识啊？因生有识，怎么能够生起你有知的意识啊？而你所生的意识作何形象啊？你的意识是相状是什么样子啊？相状不有啊，见缘何生？连你意识的相状也建立不起来，又看不到，那么他的意识界又怎么样子升起来呀？这样子研究起来，不是从法生，你的意识也不是从法尘生。Thank you.
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划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梁皇宝忏暨余伽堰口法会。恭请法务指导僧众主法，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Change